滚出的汉堡，汉堡，汉堡！大侠爱吃汉堡包，大侠才吃汉堡包，是大侠，是香蕉。汉堡包便当盒里面还有糖果，他自己真的有写了。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，炮管爪。嗯，看起来蛮邪的。好邪，290，哎，200了，快饱了。来试试看看，看能饱一多一好了。先加什么呢？哦，两拍整啊！到底两拍整？好像蛮重的，沉沉的感觉。呼呼，好，那个先不要动，等一下找别的。呼呼，丢过来，丢过来。移形换影。哇，那个重的感觉，真的感觉还蛮重的。好，夹夹后面好了。暴击啊，暴击啊！难道吃汉堡就要饱吗？果然就是要饱啊！哇，你爆了！好重的感觉。Nope. 这什么？不然怎么办？吃汉堡。我第一次看到宫崎骏系列的这种公仔哎，宫崎骏系列通常以前都是那个龙猫啊之类的，还有小魔女，还蛮多的。神隐少女在那边。啊，夹看看好了，标准爪，然后上面很歪，保夹550块的，去看看吧。感觉好像不会太难。而且还可以直接挖后面的。先夹自己喜欢的龙猫。很
很甩。别顺甩的话呢，两拍多一点。被大甩的话，然后比较顺两拍。在家后面的小木棉房，挡好挡好，够放心。Nope， 爪力还蛮强的，小爪嘞。Nope. 倒过去了。
过来。那一只也是一样的，不然夹那一只好了。宫崎骏整套了，龙猫龙猫耶，手机批发做，害我还蛮多的，花了五六百吧，那就抽几个观众出去好了，送你们了。你们只要在留言说你们最喜欢宫崎骏的哪一个角色，就抽观众出去送你们吧。